大家好，我们是台师三朵花。第一次有点 NG， 站在右边的吴孟婷害羞腼腆一笑，没关系，再来一次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台师高中三朵花。我是吴孟婷。穿着制服，留着齐刘海，高中生吴孟婷过去曾上过艺人吴宗宪的综艺节目，与其他三所高中答题 PK 脑力，分数一度领先其他学校。现在目前最高分是我们的磐石高中哦。在节目上开心比赛，如今人却躺在加护病房。听闻此消息，当时主持人吴宗宪说，当天录影的时候人比较多，印象没有那么深刻，但实在太令人难过了，也为他祈祷。恋爱频率拍摄短影音，喜欢拍摄穿搭。吴孟婷在社群上有50,000多人追踪。车祸的消息一出，网友也纷纷留言加油，很多粉丝等着你醒过来，替你们集气。而在好闺蜜眼中，吴孟婷是坚强、善良，而且活泼开朗的女孩。正值青春年华，如今碰上车祸，亲朋好友涌入温暖打气，就盼有奇迹发生。三立新闻张慧玲、秦宇秀草报道。